今天又是一场大雨，哎，我的惯例每次下大雨都会是性能非常好的车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法拉利296 GTP， 如同名字一样直接简单啊，296 2.9 升六缸的发动机 GTB GT 双门跑车。其实这台车有非常多的意义在这里。那么六缸，这是法拉利历史上第二台六缸发动机，120度加角，让它的涡轮增压的布局以及发动机的配置有了更好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它还是一个 PHEV 的车型，有122千瓦的电机加持，非常有意思。这些是动力总成。那么在外观设计上，其实它传承了法拉利历史上一台非常经典的跑车，就是250LM。 这个造型我们在整台车的车门到车尾部分可以看到，这个弧度就是源自于法拉利 250LM 的造型。然后这台车其实在整体的技术架构层面上运用了非常多混合动力的技术以及电气化的设备，那么它提供了一个221 CV 的一个电机输出，同时发动机能够达到一个600多 CV 的一个动力输出，非常有意思。它是台混合动力车型，当我们从机房驾驶出赛道的时候，我们选用了纯电模式。在纯电模式下，你能想象吗？它是一台没有声音的法拉利在赛道上驰骋，非常的有意思。你会发现所有的轮胎的支撑以及加速，包括车里的状态，都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一套法拉利的设置，但是它非常安静。当然了，混合动力车型当你切换到竞技模式的时候，那一台 V6 发动机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曾经法拉利这种震撼的声效，同时电机会在加速初转涡轮功率并不高的状态给你弥补上扭矩的输出。虽然今天是一个非常湿滑的雨天的路况，那么我驾驶这台296 GTP 依然可以很轻松地追着由职业车手驾驶的 F1。 296 GTP 依然采用了法拉利经典的中置布局，这样的一个配重效果其实在赛道里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尤其在进弯之初重刹车进入弯道，我们去找出弯点的时候，优秀的配重给这台车带来了很高的一个驾驶乐趣。另外在车尾部的造型，其实我们过去对于法拉利印象是两个圆形的红灯，那么这一次也是经过了数字化的优化，你依然可以看到它是双组灯的造型，但是形成了一个整条的贯穿式设计。那么中置排气管，这也是法拉利非常经典的造型。打火机式的车钥匙非常漂亮，归位。这是一台混合动力车型，刚才在赛道里面，当我启动车辆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越马那种悦耳的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有点意外。我以为我是没有正常的启动这台车，但是仪表盘上已经显示了 ready， 我才想起来它是一台混合动力车型。它可以靠纯电的模式状态下在赛道里进行愉悦的驾驶，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但你在赛道里面驾驶一台没有声音的法拉利，你去想象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了，驾驶模式就在方向盘的手边，那么当你轻触触控屏之后，这里面显示到了竞技模式。在竞技模式状态下，主要靠发动机的功率去输出，当然了，电机在这个时候也会同时向车轮进行功率的输出，来弥补燃油发动机工作曲线上的一些些不足。那么当你摁下 H 的时候，它是一个混合动力模式，这个时候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燃油性。当你轻踩油门状态下，它靠纯电模式行驶，当然你大脚油门之后， V6 发动机马上启动，给你带来法拉利应该有这种愉悦。当然了， ED 纯电模式就是刚开始我说的没有声音的法拉利。另外一点啊，在多种模式切换的情况下，这台车在赛道里面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优秀的能量回收效率。当我们靠竞技模式在赛道里跑完三圈之后，你会发现它电池的储备量跟你出发之前没有差非常多。在这里面也得益于运用了非常多 F1 的技术，高效的能量回收系统可以达到一个插电充电的效率。作为一台21世纪的法拉利，作为一台现在电气化数字化装备到车身的296 GTP 的车内，也是采用了非常多的触摸键、液晶屏，以及给副驾驶留下了一个并不大的屏幕，但是给你提供了非常多车辆和导航的数据信息。也许在21世纪，大家会认为更大的屏幕、更多的屏幕提供更多信息才是电气化时代的汽车，但是对于法拉利而言，你只需要知道最有效的信息，更多的还是在于驾驶。